有时安哥肚子饿的时候，就会吃一包海富盛皮蛋瘦肉粥，很容易准备的，只要打开，把包装打开，全部倒进这个杯里，它还有送汤匙呢。倒进了这个杯，然后你就用烧水烫一烫，烫到五分钟为止，让它熟了就可以吃了。一包里面只有37克啊，如果你吃不饱，你就买倒两包来吃咯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粥啊，真的很像是你外面买的那种排队的粥啊。如果有一天你老公说，哎，煮一碗粥给我吃啊，连你就拿这个啊，泡一下水，然后就给他吃，放在另外一个碗，他也不知道这个是你真的煮还是用 instant 的咧，因为吃不出来，因为这个真的很像现煮的感觉，真的很好吃啊！我一次我就停不下来了，我应该打一粒鸡蛋进去，还撒一点胡椒粉，更好吃。快快去买吧，很便宜才，不要买一包，买10包啊！